秋吉好帅啊！你是秋吉吗？秋吉，秋吉在旁边，你很帅，你会写。
是谁的？你是姓我的还是姓他？对，这个很帅，这个也很帅。是不是？你看这个帽三幅帅不帅啊？给你没个特写啊！这就是康巴汉子。这是我们警官的灵魂啊！小啊，所以让小，他可能就20多一点点吧。秋吉飞子，王健就在24岁，刚满24岁。你说他小不小？在我们看来都是孩子啊，在你们看来那就是过了啊，真正的康巴汉子。对，王健的络腮胡看起来真的，我觉得康巴汉子都是汉子，男人中的飞机啊，男人中的战斗机啊。Thank you.
泽巴来了，小拉手带中泽巴，看到没有？泽巴在巴布迪。
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在这里白看嘛，对不对？你总要留点些什么嘛，对不对？万一以后你个人家什么什么心理啊，干什么，那你不注意吗？这是这是你想怎样的这是什么的那个这是出来的。
这个彩蛋太无情了。给你，他把名字拉拉错了，拉错太多了，你收到拉错了，收到上百了，走吧。看了太温补了太多了，现在。
爷爷都夸了，那女孩子夸女孩子，有什么夸的吗呀？这可以了吧？对，忙不忙？对，忙不忙？是需要这个晒多了跟容纳住吧，这个是对方的朋友哦，他讲华府的，我们看一下华府的可以裸体啊，家里面可以裸体，咱们把华服也拍抢眼一点，好不好？这用真没了，这用真不带没了，用真没了。这用的话不是好来着，大声说。这裸体是最好的呀。可以裸体的。看，你看四个小妹妹，看。
解每一个人的出入口的情况啊，除了隐私以外，我们整个工作都在维护他们。什么地方关注上火点？你在某音里面去搜灼热茶口，灼热茶口，灼热的灼，热闹的热。他们逃学，从学校回来的。这个弟弟也是，跑了天没看他了。不知道等会儿那个姚叶和十七会不会去练舞的？应该在旁边广场那边还是要去。等会儿我们结束还是要去，应该有可以等待一个小时左右。这个胖子，哦，不是胖子，不好意思，他肚子挺挺的那个。可以收四个人，四个，屏幕里面可以收四个，五个，箱体里面可以收四个。王庆那个，因为，再不来我看一下，啊，坐一下。
抱着他从那边走过来，啊、抱着从那边走过来，抱着走过来，对对。之前我的孩子他抱小孩子，这个地方练了一些，这个地方练了。好，来开始，对，走。客人太多了，好，开始走。这云峰的招牌。哎呀，哎呀。啊，还有，没了。啊，全部。不是我拍手，拍手，拍。他跳跳跳跳，跑中间来了。这个是比较狂野的，这一曲跳完就可以上场了。现在都几点半了？这是扎西扎西，他上来那边的路。有人在教他。Oh,